公元六二三年，中原大地狼烟四起，程咬金，赶快速速投降！大爷，且饶你不死！姓陈的，你还有完没完啊？跟老程过不去，我得罪你了，怎么着？那秦王手底下那么多人，你干嘛惦着我呀？休得啰嗦，拿命来！姓陈的，连老天爷都在帮我，是哪路英雄好汉前来搭救？请出来相见。恩公在上，是我安老成一拜。哎呦，将军快快请起。杜某一介山野村民，当不得如此重礼。恩公好剑法呀，是个将才。哪里啊，投机取巧，不足挂齿，小的不懂规矩，还望将军见谅。不懂规矩那就是规矩。玉恩公，此乃吉祥之物，请恩公务必收下。俺老程上秦王那儿讨酒喝去了啊。驾。他日若见此玉，如见其人。驾。天地玄黄，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，宇宙洪荒，日月盈仄，日月盈仄，陈秀列张，陈秀列张，天下仔，天下仔。学海无涯苦作舟，你看你昨日明明是插鸭仔抢我玉佩，没理在先。你李田，你怎么老扯昨日之事呢？如此顽劣，罚扫学堂三天，不，七天，以示惩戒。又是你李田，又是你，你个顽劣不知教的孩子，看我今天不收拾你。你跑吧，跑了明天不要来读书了。你以为躲到外婆家里我就找不到你是吧？说今日在学堂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说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吓着孩子。娘，我在教育孩子。我也在教育孩子，动不动就打人，有你这么教育孩子的吗？乖，来，起来啊。
告诉外婆，这怎么弄得一身的屎臭啊？柴仔和先生欺负我，又在撒谎。我没有，还嘴硬，把你丢到马屎河里去，娘当没你这个儿子。你放开孩子，你放手啊！外婆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外婆，你放手，娘，你给我坐下。天阿仔，怎么给你娘亲气成这样了？外公，今天在学堂，查阿仔他们欺负我，先生也误会我，还说我明天不用去上学了。这不上学你能干什么呀？跟外公习武，娘也可以教我，教我识字。去，给你娘赔个不是，啊，快去。去去去。娘，对不起。跪下。外婆，不掏百家米行吗？太丢人了。乖，听话。掉了茅坑里的人，不掏百家米消灾，会倒霉一辈子的。一二，李田。屎冬瓜，臭熏天，走路丫丫讨人嫌。哎呦！你这个孩子怎么鬼打似的撞进来啊？杜老夫人，您来了，快快进屋，进屋。不坐了，柳夫人。铁牙仔不小心掉到了茅坑里。你看，我们这脸皮厚。哎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哦，如意，赶紧到那米缸里啊，捧一把米给李田哥哥啊。啊。天阿仔，还不赶紧谢谢柳夫人？不谢。嗨，无妨无妨。你看我们家这几个孩子也都挺淘气的，本来就是你们欺负人。哎，你这孩子，童言无忌，没事的。柳夫人，我替孩子跟您赔个不是了，您打人不计小人过。我们先告辞了。好，那您慢走啊。好好好。站好了，马步蹲好了，别哆嗦，这么点苦都吃不了，你怎么跟我练武啊？老头子，这都两炷香了，让孩子洗把脸歇一会儿吧。你懂什么？这马步啊是基本功，这点苦都受不了，日后能成大器吗？去去去去。铁阿仔，把我以前教你那套拳给我打打。是。Thank you.
老公，我的设艺如何？以大取大则可，这以小取小嘛，不知可行否？外公，给点面子呗，您外孙我脸皮可薄着呢。哼，你脸皮薄？对啊，比猪屁股还厚实呢。您这么说我，那就是您的不对了。您想想啊，我娘的脸皮是您给的，那我的脸皮呢？那可是我娘给的。嘿，你这小子，我去捡猎物了。算你小子识趣，跑得快。你看，啊，这是我打的。就是。我厉害吧？你厉害，没想到你这剑法胜过哥哥呀。那是。我多聪明啊！啊！哎，站那儿！这位小兄弟，你为何偷走我的猎物啊？啊，原来是你设下来的。哼，那当然了。弟弟，把猎物还给人家。不行。哎呀，哥哥，咱们在山林里待了一整天了，一只猎物都没有打到。再说了，你凭什么说这猎物是你打的呀？你叫他一声，他答应吗？不，当然是我打的了。那你叫他一声，他答应吗？哎，还有小兄弟，我要告诉你，要想在这山里打猎，先在山下学好本事，猎物不会自己撞到你的箭头上，好吗？你什么你啊？哎呦，看你这小细胳膊，跟个弱不禁风的女人一样，一点都不男人。猎物我不要了，送你了。哼！你放肆！嗯，你小心啊！哎，还不赶快谢谢这位公子，手下留情。哥哥，你不帮着我，还竟帮着外人，真是气死我了。我弟弟不懂规矩，还望这位公子见谅。无妨无妨，在下还有事情，就先行告辞了。对了，我叫李田，麻石街人士，练好了武功来找我。哎，你小子别跑，算得跑得快，应该是你跑得快才对。哎，哥哥，我是你妹妹，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呀？面子？你这还哪像个姑娘啊！真是好久不见呐！啊，是有些时日了。见过绿眉大师。阿弥陀佛，两位施主，好礼，好礼。这位是本县邓县令的公子，这位是杜老先生。哦，见过杜老先生。好，哦，见过两位公子，幸会幸会啊。李田，见过公子。哦，李田见过二位公子。在下邓国平，见过李公子。在下邓国英，见过李公子。
既然大师与杜老先生有事相约，那我等就不便多与打扰，就此别过。啊，邓施主，请啊。田儿，娘，给。娘，这什么书啊？上面记录着你父亲采挖草药的方法，以及配制丹药粉末的诀窍，你要烂记于心呐。娘，学这些东西有用吗？当然有用啊，说不定啊，日后能赚得到饭吃。好吧，那我看看。你凭什么说这猎物是你打的呀？你叫他一声呆吗？当然是我打的了，那你叫他一声他答应吗？还有小兄弟，我要告诉你，要想在这山里打猎，先在山下学好本事。李公子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，石头？别着急，慢慢说。咱们村的后生昏倒了，您快去看看吧。昏倒了？啊！走。公子，不知何故，我们马石村这一带的山岭上，每年开春总是迷雾重重。这些我都知道的。你大便呢出血，而且粘稠，浑身无力，这都是被山林的瘴气所伤造成的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能治好你的。多谢公子。我哥哥呢？公子今日一早出去打猎了。打猎去了？肯定是跟那个叫李田的出去打猎了。讨厌，打猎也不叫我。小姐，李田是谁啊？李田啊，他现在可是我哥哥好得不能再好的朋友了。小姐，小姐，快趁热把药喝了。下下出，天地为证，神明在上，在下邓国平，李田，愿结为异姓兄弟。婴儿啊，你到底是得了什么怪病啊？这一躺就是十数天，哎呦，急死我了！小
小姐，千万别有事儿啊！快醒醒呀，小姐，快醒醒呀，小姐！多谢公子救命之恩。皇上，你快起来。公子，如若公子不嫌弃好胜笨拙，好胜愿一辈子跟随公子左右。公子，您就收下我们吧。是啊，公子。好，我就收下你们二人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大唐盛世，皇帝英明，百姓安居乐业。今洪水猛兽连年祸患，致苍生于水深火热，亦物所为也。吾皇心切，寝食不安，每日夜深，怪魅缠身，不得安寝。今昭告天下，招纳奇人异士为之解惑，药到病除者，三宝赠之。郭平兄，这当今皇上的病怎么连宫里都治不好呢？天下危矣。什么？令妹得了不可药治之症？不瞒小弟，小妹治怪病已是多方求医问药，请神驱魔依旧无济于事，令人担忧啊。省事在即，我等随父亲前往省府参加省事。如今小妹卧病在床，身为兄长的我却不能为之分忧，我心忧不甘呀。依我看，你是想跟在绿眉大师身边，不想参加省事，这才是你的本意。知我者，兄弟你也。我一向看重绿眉大师的佛法，若能成为他的弟子，此生无憾矣。为兄淡泊功名，可是为人子女不能自已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成功了，师父，终于成功了。父亲，我义弟李田研制的丹药爆竹法确实治愈了丁浩胜之怪病，如今小妹之病患已无他法可治，不如让我义弟试试，也许有奇迹。大人，大人，门外学子已等候多时，您
邓县令，小的着实无能，告辞。既然如此，李贤侄，你若能治愈小女之怪病，本官就将其许配给你为妻。你，不，大人，大人这可使不得。这有什么使不得？你与我儿国平义结金兰，也算是本官的半个儿子。本官还有药物在身，小女的怪病就拜托贤侄了。梁捕头，属下在。尔等留下，听候李贤侄差遣。是。你别站起来！哎，国英，哎，大胆狂徒！小姐，竟然如此无礼！国英，来人呐！夫人，把李田关入大牢，不是等候发落。是，夫人，走吧。夫人，我冤枉啊！老实点，我冤枉啊！走吧，国英。站住！干什么呢？请问牢头大哥，昨晚是不是有个叫李田的被关押在里面？上头有令，任何人不得探监李田。回去吧。真是瞎了你们的狗眼了，连小姐都不认识。哎，小姐，真是小姐。小姐，上头有令，任何人不能探监李田。我要放您进去，我这小命就不保，您就饶了小的。你，小姐，怎么办啊？我们先回去吧。连大小姐都救不出师父，我俩咋办呢？我们先回寺庙找绿眉大师吧。走。什么？婴儿竟然私自去了牢中私会李田？夫人息怒，幸亏在下的一名手下及时阻止，才没让小姐在狱中见到李田。不行，绝不能让他们再有接触，否则婴儿与他表哥的婚事可就麻烦大了。夫人，此事可是人命关天呐，要不然等大人回来再做定夺。您此等小事，何须大人定夺？立即去办。是。李田，这是你自作自受，
就怪不着我了。好一句弦断音绝谁人知啊。哥哥，是谁欺负妹妹你了？快告诉哥哥，哥哥帮你讨个说法。哥哥，你总算是回来了。哥哥挂念妹妹心切，省事后连夜返回，没想到我离开家门数十日，妹妹竟然病好如初了。李田果然是非凡之人。可是哥哥，李田现在出事了。我倒是有所耳闻。哥哥，你快想想办法呀。哥哥，你去哪里啊？对面来的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把他留下。你们都给我滚蛋。好大的口气呀、啊、好吧，既然你自己送上门来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弟兄们，赶紧利落的把这两个货都给我送上西天。是！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夫人她，夫人她怎么了？夫人逼梁捕头要把李田秘密杀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娘要杀了李田。为什么要杀害李田？
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？为什么？李田借给你看病为由，玷污了你的清白，给他一个全尸，算便宜了他。娘，你怎么下得去那么狠的手啊？他可是救了我命的人啊，他是女儿要嫁的人啊。荒谬，我不会让你嫁给李田的，你就死了这份心吧。你舅舅已经来信说了，你跟你表哥的婚事已经确定下来了。除了李田，女儿谁都不嫁。儿女婚事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你打我，你干脆也杀了我好了。你，婴儿。多谢好汉相救，敢问好汉尊姓大名，日后李田定当。李田见过二位公子。李田，是观音害死了你啊。白老先生，你不是说我师父会来山寺避难吗？这都一天一夜了，怎么还没见他人呢？是啊，都急死人了。该来的终归会来。大叔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不知何故，这一夜之间呢，我们凤行山十有八九都得了怪病。是啊，人人上吐下泻，全身乏力，还拉那种血糊的大便。那你们这是去哪儿？我们去山寺里边，求求山灵的保佑。年轻人呢，快离开这里吧，免得被我们给传染了。正气，大叔，我在山寺等你们。什么？李田被一个蒙面人给救走了？是。一个小小的李田竟然逃走了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快招贴告示捉拿李田。是。等等，再给他加上一条杀人越狱的罪名，见人就地正法。是。大伙别急，都有啊。这个药啊虽然有点苦，但是苦口良药，一定要按时吃。哎，快去吧。真谢谢
大叔，您的药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谢谢。好多了，大叔，好多了就好。没想到我们这一身的怪病，几天时间里全被你治好了。大叔，白须道长，由此看来，李田正是魏征丞相所要寻找的驱除当今皇上怪病的奇人异士啊。看来是时候让他们去往京城了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师父，白老先生让您到这儿来接皇榜做什么呀？弄不好这样能洗头冤屈，师父不要那么多了。让一让。好玩的风筝。哎，他接了！哎，不能接呀！这可是皇榜，皇榜贴敢接啊？这是皇榜，这是皇榜接呀！对呀，对呀！来，贴这儿啊！李田，给我抓住他！抓住他！别都跑了！站住！站住！快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让开！闪开！让开！快让开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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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放下！抓住他！别让他跑了！让开！站住！让开！让开！让开！闪开！让开！让开！在那儿吗？在那儿吗？站住！让开！让开！让开！听见没有？让开！干什么呀？让开！让开！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你？我说，快让开！你们三个在那干嘛呢？啊？让你们吹的人呢？啊？啊？让我说你们什么好？你们三个废物，啊，追个人都追不到。滥用私刑倒也罢了，你居然陷害李田，杀人越狱，借着官府的名义去捉拿他，王法何在？你真是太糊涂了。我糊涂？你才糊涂呢！李田借治病为由，装神弄鬼，玷污婴儿的清白，本就该死。你，李田不过是一介山野村夫，他哪里配得上我们婴儿了？李田长得是仪表堂堂，现如今他又治好了婴儿的怪病，有恩于婴儿，他们两人结为秦晋之好，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？难道我们家侄儿赵立官他就不是一表人才了？哎呦，就你们家那侄儿，整个一个纨绔子弟，你这是害了婴儿。你才是害了婴儿呢。你竟然当着我的面擅自将婴儿许配给李田，你于心何忍？邓汉文，别忘了你头上的乌纱帽是怎么来的。你白须道长啊，魏征丞相去江浙一带巡视了，京城里再无人能相助于你，一路上凶险难测，你可要小心呐。为了天下苍生，贫道甘愿赴汤蹈火，也在所不辞。阿弥陀佛。师父，弟子心意已决，您就收下我吧。我看你尘缘未了，就准你带发修行吧。且慢，国英，
李田没死，他被我救出，已经逃走了。即便他没死，这辈子我和他也是无缘了。娘亲不会让我跟他在一起的，我就算是拼死抗争，也只会给他带来性命之忧吧。你可以不嫁吗？京城那个纨绔子弟不是还在虎视眈眈地等着娶我吗？倒不如遁入空门，落个清净。师父，开始吧。诸位，本官今日连夜将诸位请来，一是商议本地瘟疫之防范，二是商议皇榜之事宜，不知各位有何良策，不妨直言。禀报大人，小人受大人之托，前往全县各地山村查看，发现瘟疫均有所遏制。李大夫，你是否知道，就连官府都无法控制的瘟疫是什么样的能人，竟有如此大的能耐医治啊？据说是得道高僧绿眉大师略施良方，大显神威。是啊，多谢神灵之庇佑，我蜀地未受瘟疫之泛滥成灾，实乃大幸，大幸也。据悉，此次瘟疫原是鬼魅山魈以人之血肉之躯修炼魔法，导致瘟疫风行啊。大人，李田没死。李田还活着，快说，他人现在何处？他接了皇榜，现在应该在去往京城的路上。这个李田，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，可知道皇榜为何物？这，大人，小的去明兰寺打探得知，此番瘟疫之所以能够得到及时的控制，皆由李田师徒所为。老板，这馒头怎么卖？5文钱。都不太饿吧？要不我们先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。哎，好。馒头，刚出锅的大馒头。师父，还是吃一点吧，您都已经2天没吃东西了。我不饿，你们吃吧。师父，这京城里的人就根本没把我们当人看，实在不行我们就沿路讨饭吃吧，说不定还能活着回去。师子，你说什么呢？有点出息行不行？还讨饭吃？不入皇宫，绝不回去。师父，您还是吃点吧。明天，连冷水馒头都没得吃了。师父，师父。李田接皇榜，进京为皇上治病，打听到程咬金已过世，
因无人举荐，多次进宫被阻。白老先生，白老先生，你还好吗？好。我此次随你前来，本应助你一臂之力，可是你看我这身体，以后的一切啊，都得靠你自己了。我知道，白老先生，您放心吧。这一次，我无论想尽什么办法，都要治好皇上的病。您放心，就是搭上了我这条命，我认为都是值得的。来来，走过路过，千万别错过。在家靠父母，在外靠朋友。在这儿给大家献丑了。谢谢公子。好，就这等的三脚猫功夫，还想在京城混饭吃？没意思，没听见我们公子在问你们吗？啊，谁让你们在这摆摊卖艺的？哎，你给我过来！去！师傅，给就敢要啊？啊，你也不怕我们家孔子这锭银子砸死你们几个？啊！在下不知什么地方得罪了诸位，如有做的不好的地方，请诸位海涵。你们外地来的吧？哦，对，我们外地的，不知诸位是？哎呀，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呐！啊，连我们家赵公子你们都不认识，啊？不认识是吧？我告诉你们啊，这位啊，是咱们中书大人赵大人。去，的儿子，对，赵立官。失敬，赵公子，失敬。滚！石头，这，哎，对不住了，各位，我们这就走。对不住，来，小心点儿。外公叮嘱，此玉是与程老千岁相认信物。听说程老千岁已经故去，为解困境，只能忍痛割爱。这块玉，帮我当了。姚焕呢？啊，你打算当多少银两啊？啊，掌柜的。您看这值多少银两？做工粗糙，材料下乘，虽然不值得当啊，不过我看你可怜，给你五两银子，如何？五两，掌柜的，能再多一点吗？
好吧，就多给你一两，不能再多了，再多我可就不要了。行，当吧。哎，给。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掌柜的，哎呦，程老千岁，最近有什么好货色？让俺老程长长眼。哎呦，您来的可正是时候。您瞧，上等材料，做工精细，价值连城啊。此乃吉祥之物，请恩公务必收下。俺老程要到秦王那儿讨酒喝去了啊！他日若见此玉，如见亲人。这跟您的怎么是一对儿啊？是不是刚才出去那位公子来这儿当的？正是，正是啊。果然是恩公后人前来相见。李田，拜见程老千岁。嗯，哎，应该是程爷爷啊。好啊好啊，想不到俺老程这辈子又多了个虎崽子。哎哎，这你来了这么长时间，为什么不来看望程爷爷？程爷爷，我是听外人讲。讲什么？您跟魏征爷爷已经……哼，俺老程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哼，竟然说我死了，岂有此理。嗨，爷爷您别生气啊。我程爷爷，您看黄榜，你还会治病？程爷爷，您放心，我有信心治好皇上的怪病。好啊，李田，原来你是特地前来京城给皇上治怪病的。对。好啊，程爷爷，这好倒是好，只是……只是什么？怕进不了皇宫，是不是？对。放心，俺老程啊自然有办法。真的？程咬金了解到李田武功高强，为了举荐他进宫给皇上治病，特意安排他参加比武打擂，获取功名后自然就会得到皇上的召见。师傅都出去一整天了，咋还不回来？该不会有什么事儿吧？别胡说八道，师傅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知道吗？石头，皇上。师傅。石头，接着。师傅，这么多钱。师傅你快进去看看吧，白老先生他。白老先生怎么了？啊，走。白老先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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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老先生。
您看。师傅，你看，哎，师傅，这不是上次欺负咱们那个恶霸吗？赵公子，你已经赢了，为什么下次毒手？原来你是街头卖艺的那名小叫花子。好，既然你想找死，那本公子就扒了你的皮，喝了你的血，吃光你的肉。耶！公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你们一个个的狗眼都瞎了吗？大胆李田，你竟敢如此伤人！来人呐，给本官拿下！是，走。程老千岁驾到。教场比武，为何如此混乱？回程老千岁的话，有一狂徒他……李田，
我就知道，是你胡彩彩在搞事儿。李天拜见程爷爷。启禀程老千岁，就是这名狂徒，他打上了招。招什么招？赢了就是好招。教场比武，乃精英将才选拔之地，尔等光天化日，徇私舞弊。陛下追究下来，哼，定要你们的狗头！下官该死，下官该死。李田，在。程爷，走，遂安老城，入宫。是。陛下，该吃晚药了。李田，你们今天见到了皇上的龙体，你准备怎么医治啊？依我看，当今皇上因年事已高，加上心系天下百姓，这心中多有沉重淤结。这并非是药理之病。你小子眼力不错，给俺老程说说，你准备怎么医治？程爷爷，我基本上已经确定皇上染上了瘴气，而这种瘴气要用抱住法方可治愈。抱住法？对。这法子能成吗？能。这可是大事啊，可千万马虎不得，否则会掉了脑袋。程爷爷，我师父就是用爆竹法治好了好多同样的怪病呢。是啊，程爷爷，一年前我就是患了与当今皇上同样的怪病，是我师父给医治好的。好，就照这个法子治。成。哎，对了，程爷爷啊，能不能让皇上先吃点山楂糕？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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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太医，臣在。陛下突然昏迷不醒，正是此物毒性所致啊！来人呐！在。将李天师徒三人拿下，打入天牢。是是，走，走走，快！不可能，快走！陛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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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可别吓臣妾啊！陛下，陛下，都是那李天，害您吃了山楂糕，让您病情加重了。姐姐，
姐姐，都是那该死的李田，要杀就先把李田给杀了。将李田师徒三人拉出去斩了。皇后娘娘，启禀皇后娘娘，要杀李田，等陛下醒来再杀不迟。反了，反了！反什么反？成亲家你。陛下，陛下来，陛下。朕刚才做了一个怪梦，乌云黑天，倾盆大雨，一红袍仙人手托火球来到朕的窗前，喷火起紫烟，诸位爱卿何解啊？陛下，可喜可贺呀。方爱卿，有何可喜，有何可贺啊？陛下之梦，吉祥之兆也。乌云大雨倾盆之预兆，即雨水充沛，丰衣足食，黑地焉知土地肥和，能润天下万物之生机。火球天空之太阳，寓意陛下必将红日高照，皇恩浩荡天下也。说得好，说得好啊。皇上为何那么快就醒过来了？难道杨太医用的药丸已经失效了？程爱卿拿着免死金牌又是为何呀？老臣有罪呀。老千岁何罪之有啊？老臣举荐李田有罪，李田该斩，把老臣哼一块斩了吧。哼，原来李田之所以入得皇宫，是你这老不死的在背后撑腰。玄灵啊，李田是何许人也啊？回陛下的话，李田乃江南麻石街人士，此人是今年擂台大赛的擂主，文武双全，是我大唐难得之将才也。哦，原来如此。程爱卿，快快请起。谢陛下。张太医，这山楂糕朕近日吃了少许，却有凉爽醒目之感，只是朕突然昏迷，却是为何呀？臣定当全力查找。从今以后就由张爱卿给朕把脉。臣遵旨。参见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。张太医，皇上昏迷之事调查得怎么样了？启禀皇后娘娘，臣等已暗中查明，皇上突然昏迷是事前有人暗施毒手，并非源自山楂糕。竟有此等之事，到底何人如此胆大包天？皇后娘娘，臣启皇后娘娘，臣等已查明，赵妃娘娘不知从何处得知李田要为皇上治病，借机替侄儿赵礼官报复于李田，比武打伤之仇，唆使杨太医事前暗中使药迷昏皇上，进而用山楂糕一事嫁祸李田。程老千岁所言极是，赵妃为一己之私仇冒犯皇上龙体，罔顾国家社稷之安危，此等大逆不道之行为，其罪当诛，请皇后娘娘早日明断。赵妃，你争宠争势争权也罢，为一小事
胆敢做出如此忤逆之事，看来只能借李田大智之法而除之，以绝后患。程卿家。老臣在。李田大智之法由程卿家掌管，不得有误。多谢多谢皇后娘娘。宫中为何有惨叫声啊？回禀陛下，草民李田正在施大智之法，驱瘴去邪，报您龙体安康。这报响烟雾，刺喉干咳，闻之却又令人神爽，是何物所赐啊？回陛下，这是草民特制的药石精气，有助陛下精神抖擞。哦，请起。那这爆裂火光之声响，难道也是你药石所致？回陛下，正是，民间称之为爆竹。爆竹。看来你对古学颇有研究。哦，朕记起来了，你就是程老千岁所举荐的今年教场比武获得魁首的那个李田。陛下，正是草民。看来李爱卿不仅能够悟彻佛法术理，而且武功高强啊。好好啊。赏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赵飞以一己之私愤威惑社稷，将其打入冷宫。李田自创爆竹疗法，救驾有功，御赐爆竹始祖金匾，继续研制爆竹奇法，消除天下蛮烟瘴气，造福国家社稷。钦此。李施主，请回吧，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无悔的清静了。除非你还俗。还俗？俗本苦海，
何必还俗。国英，你知道吗？这么多年来，我对你的思念之情从未间断。往事不必再提。国英，李施主，你这是何苦？你让我怎么做，你才肯还俗？好，你不是身负皇恩，研究爆竹，消除天下满烟瘴气，解救苍生吗？如果你能用纸做得爆竹连千响来接我，我就还俗。你说的是真的？那好，我们一言为定。成功了，我成功了，我成功了。皇上，老夫成功了，草民李田没有辜负您呐。穷尽一生，
也算是值得了。李田为了造福湘子和爱的承诺，奉旨回归故里，心无旁骛地潜心研发，穷极一生终于制成了纸质爆竹，并按约定迎娶了邓国英还俗。千秋之师，万世景仰，延续千年的爆竹文化在李田故里湘赣边界已成重点产业，文化影响神州大地，烟花焰火的璀璨绚丽惊艳世界。李田不仅是御赐的爆竹始祖，也是发明家，更是弘扬民族文化的先驱。